我们要先攻击一个人，黄鸿轩。为什么？他感觉很嗨啊！合力比出五种不同的爱心，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吧？哎，这个，这是火影忍者吗？稍微，对。哎，哦，要合力，对哦，合力要合力的。这种算吗？这样算吗？可以。同时哦，好，思考两分背后环抱，跟另外一半撒娇说最爱你的三组，这个是最 heavy 的吗？这个算他们其他三组也不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算简，其实算应该还 OK 啦。识破哎，因为平常不会做这种事情。背后环抱。OK 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可以的啦。思考一下怎么样可以不被发现，动作不能做太大的意思。对，好，好 OK。欢迎收看完全娱乐。情人节没有人陪没有关系，我今天也有 CP， 对不对？我的 CP， 没关系，跟你真的先不用，没关系。好难主持哦。刚刚明明在那个化妆间还牵手，有没有？你不要一直摸我腿好不好？哎，今天情人节有我 OK 啦。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宁愿自己。我也宁愿死亡，好不好？但今天，我们这很多 CP 来到了现场。对，今天有三组 BL 剧的演员们一起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过情人节啦。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平衡 CP。大家好，我们是平衡 CP。平衡 CP，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千远 CP。嗨 ，Hello。好，最后一组是压轴的，是我们的永信 CP。Hello。哎，我今天没有约好，全部穿黑色，是打算六个人都当 CP 的，是不是？这样可以吗？混战的六角恋，对，在那边混战，不行，不行吗？混战不能混战 ，CP 不能乱混。嘉威为什么今天穿了一个别的颜色的外套？这刚跟人，刚跟工作人员借的。哎，今天很刺激哎。怎么说？今天这三组 CP 刚刚已经有抽秘密任务哦，隐藏任务。对，我们在访问之前先把这个讲起来，开始他们就可以执行了。好，好不好？这个任务刚刚都已经抽到，大家都有看到，所以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他们就会一直在那边搞一些有的没的。都知道规则嘛？就是你们可以随时举手说我要抓对方。对，然后如果抓错的话会被惩罚。好好，他就是惩罚的、那個。我是教官。对，会打下面。我说屁股背面的部分，不要笑那么开心，工作人员们。可以用超派铁拳啊。不行。不行吗？哦。那每一组只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抓哦。如果抓错就是会被惩罚。那抓对了呢？抓对了就。抓对了，他们最后会被惩罚。那抓对没有算那一组赢就对了。有吗？抓对有加分吗？有没有加分？哦，就好棒，就好棒！口头嘉奖一次，口头嘉奖。那你胜负欲很强，对，一定要啊！讲到游戏就会想到你了。不好意思，你今天带着你的那个 CP 起来，你可不可以照顾一下他？他已经跟我讲了三个战术，我们刚刚已经脑袋还在 review。我把这当全民运动会的战术在模拟，好不好？还是要宣传好吗？还在宣传，还在宣传，没有必要，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的秘密关卡正式开始。好。你们就可以按制作做这些动作啦。大家开始在观察对方了，有没有？没错。不要那么明显，好不好？但是要宣传一下。不着急，不着急。这学长是永信 CP， 感受一下。你们是有一阵子没有合体了吗？对，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没有合体。公开活动的话。那私底下这一年有联系吗？还是必不见面？私底下上礼拜、啊、我有去找他玩。哦。对，他带我出去玩。去哪里玩？去打保龄球，我们去打保龄球。对，哇，好年轻哦，很青春的活力耶。两个人单独吗？对啊，对，好无聊。等一下，两个人单独打保龄球，你们是准备当国手是不是？这要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但你们默契应该还是很 OK 吧？对，毕竟我们是老屁股嘛。哎呦，打保龄球，哇，打保龄球。学长的概念，像学长。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样，比如说我们之前这样子有宣传过啊，然后就是戏剧的作品，之后有新的 BL 剧，你们也会观察讨论一下吗？就新的 CP 的组合，你们觉得怎么样？应该是没有观察了。
有都有稍微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都还蛮唯美的，都唯美哦。然后也是蛮害羞的，其实也是会蛮害羞的嘛。嗯、OK， 那、啊、你们的动作如果太大哈，其实蛮明显，我刚才连我都知道你们想干嘛。哇，大家保持那个平常心，好不好？我们节目其实还蛮长的，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做。好，试一下水温，试一下。不需要肩膀绷这么紧，放松一下，好不好？大家放松一下，对，放松一下。可你们久没见面，现在见面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不会，因为我们私底下其实一直都在见。一直都在见，对，刚才说上礼拜才在见，现在就哇，两个人讲法有点不一样，有点刺激哦。我们看一下今天学长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火花。那另外一位是因为你们算是最资浅的嘛，啊，对，我们最菜，我们最菜。啊，放后面，然后 BB 有先来了，有也有，哎，好，对，我们先吗？对对对，平衡 CP， 就是你们有看到学长跟学弟的演出了吗？有，我们看过未知的预告，非常好看。谢谢，谢谢。真的假？刚不是说情绪很复杂吗？没有了，是你说的吗？没有。哎，啊，你们现在这个很久电力热播中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在里面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好，我是一个性格很冷漠的教授，就是平常不喜欢跟人家相处，可是遇到了这个正在学习成为人的机器人。对，我是一个照护型的机器人，我们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对，然后我们慢慢产生了一些跨物种的一些爱情故事，这样比较特别的题材。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好难想象，因为我之前才就是会不会怕就是不够或者湿润的程度啊，就是因为机器嘛，干燥湿润，对对对，头发有蛮多湿润的片段，对，你可以洗澡。我帮不会漏电哦，还帮你洗澡哇！它是防水的，期待期待，它有防水的功能啊，还可以洗澡，现在已经防水基本全方位全方位的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一个非常新的机种。OK OK， 可以预购，可以预购，可以预购，可以吗？所有的服务都可以，对，不需要储值。我不知道，因为你们还是要看戏才会，还是要看一下戏才知道。这部戏其实蛮多让大家很期待的部分，对对，而且是跨物种。我们跨物种搭肩是不是有问题啊？哦哟，你要举手，你要举手，要抓，你要举手，要抓，要抓，要抓，举手。质疑一下，你们可以抓。先抓，先抓。挖坑比别人，我观察一下，我观察一下。跨物种讲完，我们现在还有兄弟之间的恋情，千远 CP。两位是兄弟，然后禁忌的爱。其实我们是算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从小大概小学演到成人，然后我是里面的哥哥，然后我等于他是我在路边带回来的小弟弟。哇，童养媳的概念是？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困苦，就是这个我这个角色是一个从小经历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家里环境非常非常糟，然后我要独自抚养一个妹妹长大，所以没有爸妈，然后一个人生活，然后走在路上发现了他。然后我就想到他跟我一样是很苦的人，所以我就对他开始有一种怜悯的心，想要救他，然后他就跟着我回家这样子。哦，对，那我们是翻拍一个网络很知名的小说。对对，哎，对，不讲名字，我以为是，不好意思，你断在这里，我没想到。网络知名小说叫做《大哥》哦，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但你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吗？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但是因为另外两部就是尺度都算是蛮大的，就是你们是算是最后压轴播出的，对，有一些预告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我们都有看那个预告，我觉得也是你们也认识很久吧？认识，我们认识大概十年有了啊。那要搭配起来的时候，你们心里是怎么样做建设的？或者是私底下有没有什么互动，就说我们现在要来咯。其实进入角色之后就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但我觉得有一点非常肯定，是我们绝对是尺度最大的。哎，要确，真的假的？要确，你怎么确定这件事？尺度最大是有小孩的部分的，不是不是，尺寸什么意思？可能 maybe 有一些，因为我们拍完那个尺度最大的戏，旁边的工作人员应该大家都认识，有些都有反应吗？他就说你们什么反应？开心的反应，开心的反应，对，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他们就说你们这一场应该是突破现在台湾 BL 的尺度，哇，极限，极限了。太期待了吧，顶到天花板了，谢谢谢谢，有这么看着我讲这种这么顶啊，我们天花板天花板。那你们怎么进入角色的？就是有没有就是私底下聊一下，或者出去喝两杯这种？应该是我们很久，我们认识很久了，所以那关是不是也要跨过去？其实我以为好像要跨过去，但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私底下认识，我们认识大概十年，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工作过，私底下我们以前会出去打球啊吃饭啊，所以我们在聊角色的时候很快就带入，因为他小我七岁，是，但其实我有堂弟也是大概小我七岁，所以我就很常把他当弟弟在看，看待在照顾这样，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就都蛮顺利的。那你们如果说很激烈的话，身体有要特别准备好吗？
我们练啊健身什么的。有，我就是刚好那时候那一阵子刚好没什么事，就疯狂的健身。所以现在是可以露一点的吗？现在因为天气比较冷，稍微有点，你今天外套有一点太厚了，我觉得稍微有点萎缩起来，所以就留在剧里面。然后那时候刚好就健身，然后刚好就受到这部戏的邀请，就刚好可以，因为里面也有洗澡戏哦，就刚好用上了。太好太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顶到天花板的剧情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测试一下三组 CP 他们的默契啦，所以我们要玩一些游戏，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马上进第一关叠叠乐，马上进行叠进你的心叠叠乐 PK 赛，这个全名要讲好，对不对？怎么了？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讲完呢？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很努力想出来的这个名字，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所以玩完这个游戏就会叠进他的心，没有错。有没有看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大楼啊？等一下我们就在玩这个，有玩过这么大的吗？没有，这个很特别，而且很重，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小心一点。那旁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出来的话就要转那个转盘，对，然后转到粉红色的话，我们会外加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还有大冒险哦。有大冒险啊，都要加，会玩。因为刚刚在开录前，我已经问过所有的经纪人，他们都说 OK， 他们都没有回答你。对，那转到什么颜色就要就是把那个颜色抽出来就对。你们刚刚有决定好这个顺序了吗？有平衡 CP 先嘛，对不对？对，谁来转？谁来？谁比较运气比较 好？那我先转。我们也要隐藏任务还有继续哦，你们还要继续观察，不要松懈了。好，转喽。我看永信已经松懈了。什么颜色嘞？哦，黄色。黄色。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前面的上面三层是不能拔的哦，要从下面开始。然后那边有辅助一些棒子、锤子的部分。选了数字就不能换了吗？对，不行。要颜色了，你要先选一个颜色。我要敲吗？你给你敲啊。黄色。二十秒哦。还行。还行，还行。OK， 哦哟，你要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放到最上面。这蛮重的感觉。OK。蛮重蛮重来，好，好，接下来千远，我来转，我来看一下，粉红色，粉红色，超棒，你好会转粉红色，来来来来，马上问哦，叠叠乐真心话，谁先谁来？你要还是要敲？还是要敲？对，还是要敲，一边敲一边问你啊。好，请问雨辰。哎，不行，前三层不能敲，很欢呢。千远 CP， 好，请问雨辰骂两个有没有？请问 IG 曾经退追过哪一位艺人？好真心话，我的天哪！请问，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台湾的艺人哦，我要想一下，台湾的艺人哦，最近退追了就好了，最近二十秒，你就讲我吧，快点，你就你等下就把我们退追了吧，就退追我吧，快讲一个啊，有可能觉得他就是身材不好了，不露了啊，或者什么。哎，我想不到哎，都没有吗？我们会看哦，我们会抓哦。你二十秒之内要完成哦，不然我真的想不到，哇，没有退追人哎。哦，真的假的？对啊，有。好，我们来开放有观众留言，要放上去，放上去。哎呦，玩游戏之后变，你不会了？不是，因为我在想，我到底退追了谁？好像没有哎，真的没有。那就改问黄鸿轩喽。黄轩就是 IG 有曾经退追过哪位艺人？我有不小心误触过。哦，误触啊？对，大家都说误触哎。没有，我是真的误触，因为我马上跟他道歉了。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会按到，就是按到，然后就变成退，然后又赶快按回去。所以就说，你干嘛退追我？最近误触了一个小乐，徐允乐。误触了，对对对 ，OK， 因为我看到新闻，然后滑他 IG 看一下，然后不小心点到再点回来这样，哦，对对对对 ，OK， 可以可以可以，算过关，算过关，小心不要转到粉红色，这是最初阶的题目，很激烈，第一题而已哦，再来，永信，指定，让我们指定粉红色，请问，好的，请问叠叠乐真心话，跟对方拍亲密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既然是嘉威在敲的话，那就俊鹏来回答吧。俊鹏什么生理反应？尤其鸡皮疙瘩。我鸡皮，的确是很生理反应。是哪样子的亲密戏？只有二十秒时间哦，嘉威。就是那个在床上的亲密戏这样，然后有剧情里面是有我们有。喝一点酒。有喝一点酒。对对对 对, 對。起了一点鸡皮疙瘩。赶快帮他一下。对对对。七六五。不会这么快就倒？要倒了，要倒！三、二、为什么要敲这个？一，时间，时间，这怎么算？这怎么办？敲别的，敲别的，敲别的，就这样了。你再换下面一点。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你换下面一点。天哪，才第三组就倒了。
像在盖房子。林嘉威是平常没有在做木工，是不是？旁边拉，往旁边拉。谁平常会做木工啊？可以，小心小心。他自己监工是不是？对，自己做。哇，你们已经跑进。可以可以可以。哎、欸，但他们超过20秒了。再问一题，还有真心话，真心话了。IG 退追过哪一位？已经问过了，我们会重复的轮流的再轮流。他现在已经变围楼了，怎么办？对，哎，好了，那再简单一点的，就是今天有三组 CP 嘛，你们依照颜值的排行榜，在你们心目中谁是最高，谁是最低？还是要玩哦。对，当然啊，对，因为你们超过20秒要惩罚嘛。最高是哪一组？颜值的部分，3、2、1。哇，这真的会被骂、欸，你解释人，而且红轩干嘛那边，请作答，说说看啊，说说看、啊，先 说，我选一个那个机器人好了，哦，机器人吗？平衡， okay、对，因为机器人打造感觉就是整体会。那最丑的 CP 是哪一组？第二名跟垫底谁？那个我觉得是不要第二名就最丑，最丑，我们最丑，我们最丑，我们没有了，我们丑死了，丑八怪，丑死了。好好来录个影情人节，要弄到那么难看。不是，这题目是制作单位出的，不说的也是哦。好不好？好了，过关，过关，过关。好，换平衡。换你，换你的。好，我转。这个蛮容易倒的耶。好，来，请转。加油，加油，加油。对，设了一个陷阱。对，有什么好加油？你希望他们一起抽到粉红色，是不是？粉红色。这该不会是你的隐藏任务？这是假动作。粉红色，粉红色，指定，指定，粉红色，指定，粉红色。好，来，计时20秒开始。这里，这里，这里，我已经做一半了。阿达要哪一个？哪一个？看一下哦。可以自己发挥吗？最喜欢对方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李峰，李峰最喜欢对方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我觉得手臂。他是。怎样自己讲自己笑？他为了这部戏，他为了这部戏有他也有健身，然后手臂练蛮粗的，很大吗？蛮大的，比我大多了。OK OK， 这个答案我们都还算满意。那秉承呢？秉承呢？秉承最喜欢李峰的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眼，还是我敲？你刚刚是拿棒槌当麦克风吗？对啊，什么意思？他差点吃，不要一直背对镜头。好、oh. ，眼睛，他眼睛很有故事，眼睛很有故事。对，每次看到眼睛都会被吸进去。是有割过还是缝过？是不是？没有，就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你讲话太那是事故，尖锐 哦，那是事故，那是事故，不是故事。询问一下而已，你们干嘛那么尖锐？话太，你才尖锐吧？话带针，语带刺，哎，好好的情人节，对不对？哦，完成。恭喜！哎、欸，很难哎、欸，不要再抽到粉红色，粉红色都要死掉了。哦，好紧张啊！对，你们不要再转到粉红色的喽。CP， 明明就是你们指定的。一二三，指定粉红色。好，算，不要粉红色。我们要不要让游戏快一点呢？不然阿达你问好了，我觉得我跟他们太熟了。真的假的？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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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心、哦、要倒了。邱宇辰，你最喜欢黄宏轩身体的哪一个部分？除了脸以外，除了脸以外啊、哦，对，你要小心哦。身体的器官都可以。嗯，我喜欢他的腿，特定是腿，因为他腿很长。哎呦，可以玩很久，可以。就是什么老的梗？这腿的哪一个 part？ 小腿、大腿还是根部？就是他的腿啊！你看他的腿到这边，他代表他身高、身体的比例很好。哦，哎、欸，真的，他腿很长哎。对，谢谢。那宏轩喜欢宇辰的哪一个 part？我觉得我喜欢雨辰的胸部，还，因为胸肌吗？他那时候在拍我们这个戏的时候，胸肌啥？胸肌很大，胸肌很大。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有露他那个健身的照片啊。哦，他那时候胸部真的很大，练很。最近就没有发了嘛，就是最近消风了，消风了。冬天啊，冬天。我们快倒了，好不好？来来来，我们下一组 CP， 永信来，不要再粉红色，是不是？好，放过他们，就是现在绿色爱心到绿色也是要问真心话的。指定，来，请问，不能再弄粉红色了吧？蓝色，蓝色，好不好？蓝色，我觉得这个就快要倒了。蓝色还可以。好，只有20秒的时间呢、哦欸。你们有在计时吗？你们在看戏是不是？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耶！哇，厉害了！这就不知道咯，天哪，来来来，小心小心，已经可以乱放了吧，已经可以乱放了，可以上面可以乱放了，还真的乱放了，人品一般呢，回到队伍，平衡平衡，好，不要再转到粉红色了，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手好大力，指定啊，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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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绿色，我敲。哦，这个顺吗？确定哦。哦，顺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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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摆乱摆，你要怎么摆？知道，给你摆。哇！小心小心！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惊人！哇，好可怕！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吧？他们在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一直在保护我们的安全啊！我们这个只有自己最危险。我们要给制作单位掌声鼓励啊！这太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他一直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设了这么多障碍，没有想到，哎，他们刚刚是飞车冲出去撞的，吓死！哎，所以是哪一组失败啊？他放的时候失败，你们这样算失败啊？就放的时候失败，失败的时候要回答一个问题，好？没有吧？没有要回答，是不是？好多环节哦，这样的话是另外两组都会加十分，对，恭喜恭喜恭喜！我刚忘了讲，今天是情人节嘛，所以最优胜的话呢，可以吃我们准备的就是非常特别的情人节巧克力，但是如果是输的人的话，就要吃我们的加料版的巧克力。对 ，OK， 好不好？那我们现在马上进行下一关。好，接下来第二关，纯纯的爱。那个纯是嘴唇的纯、啊，嘴唇的纯。所以等一下要各位用嘴唇。把我们这桌上的神秘道具传给对方。对，我们总共有三个道具，然后呢，总共会计时三十秒的时间，然后你们只能用嘴巴来手要背在后面，手要背在后面，这个物品这样，好不好？所以一个人把它叼起来，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把它放下去，但距离就这样子而已啊，就是两个盘子中间这样子而已。那一定要叼起来哦，不能在下面就直接这样传哦，一定要叼起来。对对对， okay？ 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让学长先选，还是给你们一些福利。好不好 ？OK， 那你们先来这三个感受一下，三个不用，当然是盖起来选，打开有什么好选？打开来选，那这个盖子盖着干嘛呢？来来来来来来，永信要哪一个？感受一下，我要跟你讲这个啊，你要确哦。如果说这样子真的选下去打开，我们就不能换了，这样都会吓人是不是啊？好，就他就他，好了就他，那你们自己揭晓，一。二三，棉花糖吗？还是年糕？哦、棉花糖，棉花糖。OK OK OK， 那这个棉花糖疑似是会融化的，这看起来蛮好吃的。对啊，这会融化，是会融化，这会融化有点激烈。你要把它，我知道这样、啊，对，丢起来，对，然后给他，对对对，他手要放后面哦，对，好不好？好，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对方讲什么话，打气一下。我默契应该很好，不需要。哎、哦，非常厉害哦！那准备哦，刚是隐藏任务吗？拍一下。哎呦哎呦，对，你们要想一下啊、哦，好不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哦。预备喽，三十秒时间。手背后面，手背后面。纯纯的爱，计时开始。第一个哦，哎，他真的粘到两个，这样子哎，也 OK 啊，哎、OK, 他们算是蛮有才，蛮有诚意，蛮有诚意，蛮有诚意。哎呦，你看他大口咬哎，小雕小雕，这样只能算一个，好，没问题。好，这样也算一个哦。这样目前三个，来十五秒了，四个，最后时间、哦、加速哦。最后时间、哦，速度速度，我跟你讲，邱宇辰的那个好胜心很强，你们这样会输、哦。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哎、欸，刚那样这样算几个？他刚刚有一些两颗的，这样一个一、二、三、四、五、六，这个不算的话，六个，六个。还行，我觉得还行，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好，不然那这一盘就送你们，你们在后面慢慢吃，你们慢慢吃。来来来，我们现在就换喽。然后接下来平衡比较早播嘛，不好意思哦、喔，那个因为邱宇辰毕竟是资深艺人，他发现最后我有点压力，这样不好意思、喔，你们是学弟。好来，接下来你们两个想要选哪一盘呢？你想选哪一盘？那个。好，就他了。确定，我中，我确定了，就我翻喽。来，一、二、三，哒啦！哇 ，Ice Cube， 哎、欸，好小啊，这冰块好小，选好选好，你们好变态哦！要抓了，要抓了！他的隐藏任务是偷摸别人胸肌，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准备一下，谁要谁要你吃吗？你传给他，谁接谁接？谁？好好，我吃。好，你吃，他接。李峰接，好好好啊！开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的？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好，要准备哦，冰块哦。三十秒，我现在跟你聊得越久啊，这冰块融化越快，好不好？好，准备，纯纯的爱，三十秒，好，计时开始。哦，这个要怎么弄啦？这要怎么弄啦？哎呦，好哦，有有有一个，
还有好，哦，有一个，师说单位太凶残了，哇，哦，好冰好冰，这样怎么算？这样的，这算两个，哇，哎，两个，舌头，我看到舌头了，要推舌头，要推他一把，推太大力了，推太大力，舌头，哇，真的要推，真的要推，九，八，叼不起来，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哎，太难了，掌声鼓励一下。超难，超级难。但这个秉承很敬业，他整个脸都埋进去了。没有，秉承觉得最难的是不是船啊？他摇起来都有困难。对，因为他那个他会一直陷进去，然后有水，对不对？来，猜一讲，他们的分数是只有四分。哇，这个真的算是非常有难度的。好，接下来那个压轴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特别让你们选了吧，对不对？那你们就自己揭晓喽。来，一二三 ，Oh man！哦，这个一样的意思吧？被我们猜到，我们刚刚是有想说有可能是那个巧克力超小巧克力豆。哎，这个很金哎！啊，你们谁要接谁要传？你接哦，哎，你在这边，你在这边。好，啊，你们开始前我要跟对方讲打鼓励一下，打气一下。哎，欸，什么意思？最喜欢你了，这么特别？什么意思？哎，好突然哦。为什么偷偷移很靠近？大哥，你有没有意思？有趣吗？尊重我们制作单位吗？准备哦，纯纯的爱，三十秒钟计时开始。哇，这个哇哇！一颗，哎呀，两个，速度，一个，三颗。哎，很会接吻哎，两个人都还会歪头哎。哇！我有，哎呦呦呦！不要急哦，很会。五颗，邱宇翔很会啄东西，你上辈子是鸟是不是？你好会吸哦，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太强了吧！太厉害了，就跟你们说，他的好胜心很强吧？真的，而且我们不是最后一名。我觉得你很会吸东西耶，王凯，你下去 feel， 你都没有碰到他，就直接被你吸起来。对啊，那个吸力很强，是不是？他们总共的分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分，恭喜！所以他们可以再加十分嘛，对不对？哎，平衡 CP 是目前最差的一个部分。没错，我们对比较不会玩游戏。不玩了啦，还是直接惩罚，直接惩罚好了啦。就是学长说直接惩罚也是可以啦。好了，不要放弃，因为我们还有下一关，好不好？好，好，马上来准备下一关。我这样猜，他旁边很像一个老师。接下来下一关呢，我们要来玩一个 CP 的默契考验。哎，等一下我们会问问题，你要猜出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有五个人都会写出答案，然后这五位呢都会用非惯用手写答案。没错，你要从他们写的内容跟他的笔迹去猜测哪一位是你的 CP。OK， 没问题，好不好？类似刚刚我们有稍微先出了一下，就是洗澡会先洗哪个部位？哦，洗澡会先洗哪个部位？你觉得安俊鹏平常洗澡会先洗哪个部位？我觉得哦，他应该会先洗胸吧。哦，还好洗胸，就跟我当初帮他擦防晒乳一样，从哦擦胸，好，从这边开始先，是不是？对对对 ？OK， 大概、就是你自己是洗啥？你说我本人吗？对对对，我会先卸妆，因为我妆很浓。合理，这个必须。我很诚实，那你会先洗哪里？哇，胡子吧？没有，对不对？对不对？先洗乌龟。因为我有一只小乌龟在家。谢谢。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哦。你出题，我出题哦，是不是？那嘉威要先转过去了，好不好？好。请问，生气时会有哪三种症状？请作答。生气的时候，反应。对，你生气的时候状态。你生气的时候，脸红啊，呼吸不过来啊，非惯用手哦，喘不过气啊，吞口水啊，有这么气到喘不过气？跑步啊，对，还会使出超派锤心肝是不是？堆心瓜这种要写三个是不是？哎，我觉得非惯用手好像黄礼峰是有一点障碍，会忘记怎么写字。等一下我们会收集完答案，然后给嘉威猜，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生气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帮我撕下来哦。我们好的可以先贴了嘛，对不对？哎，我觉得好真实哦，他们这非惯用手的字真的是龙飞凤舞哎。
好，来，嘉威，请转身。好，好，我们现在看到五个答案哦。一是眼睛放大，骂脏话，不说话。究竟是骂脏话还是不说话？都有，都有。第二位是嘟嘴打人，还有跺脚。确定？这太戏剧化了。下来请你示范一下跺脚生气好不好？好，我们看第三个是脸红、气喘、大叫，这是生气吗？这是兴奋，这是兴奋害羞，对啊，就会害羞，对，就会害羞。啊、OK， 第四位是不说话、骂人，还有臭脸，然后第五位是皱眉头、不说话、散步。就你的想法当中，你觉得他在生气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俊鹏生气的时候会是哪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蛮有机会的。其实这两个我觉得蛮有机会哦。你有跟他散过步吗？但那因为他写注音哦，我哥应该是中文蛮好的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没写注音应该是表情不要有任何的啊，机器人不会写注音啊。好，对，那我们要确认答案了吗？啊，你说机器人不会写注音，不会写中文，他写注音啊。OK， 要确认答案吗？三二一，几号？好，这个四。你觉得俊鹏生气的时候会不说话、骂人跟臭脸？这个也其实他字很漂亮，我也想说是不是他？可是是非惯用手哦。对，所以我就选了他，第四个。第四个，好。对，那我们请俊鹏自己。不好意思，你忽然间站起来是有什么事吗？尿急抖了一下，是不是？俊鹏，你自己来揭晓，把你写的那张抽下来。你告诉我们你选的是几号？我写的是四号。耶、yeah! yeah!！认真答对耶，这真的是有在了解对方哎，这好明显。你跟他机长，你跟他又不同队，对，他来机长，人很好哎，为什么还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知道我的生气是这个样子。那嘉威平常生气会怎么样？因为我跟他生气的差别是他，因为我比较直接，我都会直接讲，但他有时候就会闷在心里。会跺脚的那种吗？他也不至于跺脚，会脸红啦。哦，会脸红。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到底跺脚是谁？谁生气会跺脚？是我。哎呦，你这个机器人怎么能？你会跺脚，他会打人。打人，哇，好暴力！你算是有一点暴力倾向哎。再接，这皱眉头是谁？哦，用皱眉头不说话，还会去散步啊。所以有时候看你在路上走，不要跟你讲话。哦，你真的在生气是不是？麦克风带回家了。就是。我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散步。哦，所以在路上看到红圈要小心，他有可能在生气，好不好？他脸红气喘大叫，这一位同学是我，但应该是喘气啦，不是气喘，我写相反。喘气，没有到气喘，然后大叫有点像是在内心，比较像在内心大叫，就是想要嘶吼的概念。对对对对 OK， 好，骂脏话就比较像是，只有你啦。是你吗？等一下，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抓隐藏任务哦，请举手。突然，你要举手说你要抓隐藏任务。我要抓隐藏任务，来，请说谁？哪一组？嘉威刚刚突然来跟我击掌，我觉得很诡异哦。你说击掌的部分吗？所以他们的他的任务是不是来找我击掌？是吗？嗯，你觉得他的隐藏任务完整的是什么？他的隐藏任务是找雨辰 HiFi。这个我觉得，但我觉得不是，我就没有，因为他有找我们几张，他有找你几张吗？每个人范围再大一点，他应该跟每个人几张。那应该是来到最后一次机会，请好好说。你看他的，哦，他的质量很完整，因为他们有找你，他刚有过来的时候跟你几张，有。那你有几张吗？他任务还没完成，你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嘛，不是？你后面两个是你的小弟，是不是？你没有，是不是？你没有，是不是？现在抓犯人呢、啊，大哥是对的。来，所以完整的他们的指令是什么？你有吗？你有吗？完整的指令是嘉欢找其他 C 嘉威，嘉威，你说你嘉威的妹妹李嘉欢，对，他刚叫嘉欢。不好意思，嘉威啦，嘉威啦，因为我最近常接到李嘉威。对对，嘉威，嘉威。嘉威的任务是跟其他 CP 击掌，算过关吗？为什么不算吗？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完整的吗？请你先站出来，屁股面对镜头。哎、欸，你就差，你还有一次机会，还有差一点点，你可以给他们。那对百分之几？大哥没有输，我听说说，
对，来了，哎、欸，他所以他算抓错嘛，对不对？一二，哇，好响哦，好大力哦。哎、欸，答对一半。打对一半吗？平衡要不要帮他补一下？你们要不要抓他们？这一半是可以讲的。好啊，我跟你讲，我觉得稍微放宽一点好不好？就是可能对一半嘛，但是如果说只是动作的话，很好猜。所以说动作以外，会不会就是我要看到这个动作 how many times？ 哦，呀呀，哦 ，how many times？OK，、so, okay, 好不好？那恭喜你们，就是加十分，获得十分。然后接下来下一组换我们的平衡 CP。好，接下来第二组是我们平衡 CP 的秉承要来猜。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可以艰深一点，没有关系。艰深一点、哦。对，艰深一点。那是要写出三个超过二十个字的英文单字，太这好艰深哦。好了，我们也不用这个太难，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是 CP 的话，都必须要知道。好，好不好？那请写出身体哪三个部位最敏感？最敏感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最敏感，一碰到整个人会抖一下，起鸡皮疙瘩，产生反应。欸、他们在写的同时，我其实也蛮好奇阿达的。你说敏感吗？对于好像没有人问过你这一题嘛，对不对？欸、什么态度？我没有这样子的。我询问一下而已。敏感是哪一种啊？就是说不能碰到，一碰到就会。对你刚刚说会颤抖的那种。很多三个，不好意思，三个加位还是我好像是耳朵哎、欸，你耳朵很敏感，耳朵算敏感哦，但不是耳朵的外围哦，是要伸进去啊，没关系，我不好意思，各位观众，我跟大家道歉，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那、啊、你嘞，你脖子吧，我还好哎、欸，你没有敏感带，冷感感的，冷感。对的，年纪也大了。我干嘛回答、啊？哎、欸，超过36岁那方面好像就完全谢谢。对，然后三个敏感带哦，好，三个敏感的部位。这个是 CP 的话，应该都会聊过吧？他们都有拍过亲密的戏的话，他们应该都略为了解，应该都了解，略懂。会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属西部啊什么？哦，真的有哎、欸，就真的有哎、欸，哎呦，感受一下哦，赶紧注音。这个太真实了，我觉得五位都已经作答完成。好的，秉承，请转身。你就自己，你先猜好了，你先不要看，你先不要看。你说，你先猜对黄立峰吗？没错，黄立峰的。单猜的话，好难哦，耳朵吧？哦，耳朵。And? 好难哦，还有哪里？你们那时候拍亲密戏的时候，他还有哪里是敏感带？敏感的吗？可能。腰间或是我不确定腰间哦、喔、对我腰间是没办法敏感太多东西包没有人询问你谢谢 okay, 谢谢我不知道哎、欸、有点难好等我看一下、喔、有點難这个答案里面很多人有脖子腰腋下然后还有耳朵脚底板还有什么还有该逼那个该逼是脖子吧脖子脖子然后脚底耳朵腰该逼属西部的部分 OK 哦、oh.大家算是好，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真的假的？对，你们留有彼此的暗号吗？对。好，请选择你的答案是几号？五号，因为那个我们剧情里面的设定，他的机器人脖子后面就是不能碰触的地方，所以他会很敏感。啊、对，所以我觉得是他给我的一个暗号。这什么？应该是吧？还给我偷偷下一个。对对，然后他腰的确蛮敏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五号。还有腋下，腋下比较少碰到，但是应该对啊，五天天呢，对啊，应该是蛮敏感。公布你的答案是几号？其实我看不太到，但应该是五号，脖子后。对，脖子后。Yeah, 恭喜答对。答对。哎，你的腰敏感是多敏感？可以搓吗？就很痒。真假？哦哦哟、哦，不好意思。哎，护食是不是？你小心， okay, 你小心哦。小心又被延上。好，那我们恭喜他们获得十分。又获得十分。接下来压轴的千远 CP。好了，马上回来，我们红轩来猜，好不好？ Oh.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给这个题目来给大家。红轩先转。这个有可能是只有你们这个 CP 才知道。对。所以有可能写下答案就会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的简单，就是请问拍吻戏时有没有不小心伸出舌头过 ？Yes or no 就好了哈，非惯用手写。是。或不然是 yes or no， 就是不能不是圈叉 yes 或是 no 哦，有或没有也可以。可是，一般来说，是不是有没有在拍摄的时候会跟他说，就是要不要伸舌头吗？如果是很深情的时候，你有拍过吻戏吗？我有。不然场外的反应比我还失礼、欸。那你有伸舌头吗？我没有伸舌头，因为导演询问，因为导演写轻轻啄一下就放开。够可怜了吧？那你今天想圆梦吗？我今天没有空哦。谢谢你哦，来来来，写好了，我要撕下来。
轩等等哦。等一下，你再附送一次题目。拍吻戏时有没有不小心伸出舌头？不小心哦。对。好，来，洪轩，请转身。洪轩自己说，你有吗？我知道答案了。哎、欸，看完这样就知道答案了。应该知道答案了。第几个？第一个。第一个写什么啊？他这个字，他写没有不小心，没有不小心，没有不小心。不对，因为这里还有两个没有把，我没看到把，等一下，没有不小心，没有把，那就是有咯。很难，这字迹太像了。对，那我不知道答案，我猜一，你猜一、哦，或者是五。哎、啊，所以你们拍吻器是有还是没有生？我因为我们不是不小心生的、啊哦，就是真的真情要生 的，要看到舌头。这可以讲吗？哎、欸，喂、欸，再看就要看到五楼了。对，就是我们因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哦，好，反正答案是会交流，会交流。所以呢，答案是一四五，选一个一，确定答案。雨辰，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一。恭喜答对！哎、欸，真的不错哎、欸，你们这真的都是有一些心电感应的，哎、欸，算是蛮有默契的，三组都还行。对，没有不小心就代表说你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对都有放出去。对，就是我三组都答对，是不是？哇，累积分数 OK， 最终的累积分数，永信是20分，平衡是10分，千远是30分。马上来进奖惩时间。好，我们已经结算完，情人节就是要吃巧克力嘛，对不对？没错，有人可以吃很好吃的巧克力，也有人可以吃加味的巧克力。哎、欸，是芥末哎、欸，是芥末，而且这个是巧克力喷泉的状态，大概是这个意思。直接给他勾起来。所以我们先恭喜我们的千远 CP 可以获得我们的巧克力蘸酱。甜甜的，甜甜正常的，对。然后另外两组就要吃我们的芥末巧克力喷泉。对，你们可以直接开吃了。直接啦，芥末。哎，你们是不是觉得第二名应该没事？没有没有。对啊，就除了第一名都要。两组都要吃。来来来，来吧，棉花糖沾一下。你们可以沾，你们也可以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而且你们芥末挤在最上面，它只沾得到芥末，哎，我那么狠，根本避不掉。要沾到啊、哦！沾到。你没有沾到。等一下，安俊鹏，你放着，我帮你沾。哇哇，很大坨哎！来，没事没事，你要吃棉花糖是不是？哦，棉花糖范围最大了。你好残忍哦，眼睛泪汪汪哦。嘉威呢？要个小一点的。林嘉威，我帮你拿啦。哇，重如巧克力，再加芥末，好吃吗？很冲击耶，超辣。洪轩好像很开心，在那边享受巧克力饼。哎、欸，这一坨很硬哎、欸。嘉威很爱吃甜食嘛，对不对？跟棉花棒一样大哎、欸。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奖惩之后，巧克力吃过了之后，怎么了？黄礼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呛到的，那个后劲会上来。后劲来了啊啊！哎、啊、哎，毕、欸、竟是偶像，要不要有点？中间这两组吃的很吃的很开心哎、欸。好，那我们现在要马上进行到我们就是隐藏任务的部分。我们刚刚的工作人员现场就有看到，请问你有哪一组成功吗？平衡 CP 已经完成了吗？恭喜你们已经过关了，哦、太好了，过关了，但是我都流眼泪了。恭喜恭喜恭喜！好，那我们现在呢，只有他们嘛？那我们现在还是有开放，就是可以猜出对方到底他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现在只能猜这对方了嘛？对不对？对，因为他们已经过关了，没有猜了嘛。他们两个已经不能猜了，那剩你们了。我要抓，我要抓。好，你抓。等一下好辣啊、哦！等一下好辣。我要抓这里。抓这一组吗？我觉得是从背后环抱。没了吗？没了嗎。要讲。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讲情话，加讲情话。讲什么？讲什么？你已经差不多，已经80%了。讲什么？不是土味情话吗？他其实我，你刚他刚讲什么？你是我的，是不是？Something like that， 差一点。我是你的，妈又越来越接近了。你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你让你是我的演的。他刚讲什么？对你的一种情感。我爱你，要对两个字啊，你是我的，我爱你，对两个字啊。哦，好，我爱你，我爱你。
失败。No， 差一点点而已。那怎么办？还是要打屁股哦。要要要！哇，这个处罚真的是很激烈。转是我。反手拍的部分，一二三，砰。All right， 还有人要猜的吗？我哦，李峰抓，你们都赢 了，很狠。他们好了，这个感觉比较确定。永信吗？他们的任务是就跟刚差一点点、喔，跟其他人击掌五次。哎、欸，这个像算跟其他人确定啊？我也不确定，跟除了安俊鹏以外的人。啊、跟除了自己的 CP 以外的人击掌五次吗？跟除了自己 CP 以外的人击掌五次。答案恭喜，啊、沒恭喜答案。哦，真的是五次、啊。比咱们刚刚不小心，我想太多了，补了一些多余的话，但还是算对、欸。他不仅过关，然后还那个抓到别人、欸、哇，所以这两组要惩罚嘛，对不对？你是要跟敌队击掌五次嘛？对对 对，那我们也公布一下，因为已经哦，你说我们的任务，你们的任务 是要环抱对方，然后跟他说最爱你了三次啊，然后最爱你了用麦克风讲，难不难？好难，超难！我还故意说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对方说，不然他们讲不到话哎、欸，超难的。对啊，对。我刚刚有做一次，这样环抱他，我说最喜欢 你，然后我想说你们应该会抓，结果没抓，我们就错过一次，因为他没有拿麦克风，而且他还连续讲三次，他讲最喜欢你。啊、他以为就这样过关了，我以为有挂麦啊，有没有？还有说明吗？你以为在拍戏啊？好，换鞋子，换鞋子。两组谁要穿、那個？让我穿。欸、同步告诉大家，那个李峰跟秉承的任务是，我们的是偷偷比爱心、啊，合作比愛心 有成功嘛？比五种不同的爱心，对，對没有没有想到吧？谁知道？谁、這個、知道？对不对？好，公主抱哦，公主抱。两个人都要穿，对不对？五下就好啦。好，弟弟辛苦一点，五下很快就过了。好痛啊！好强啊！五下，一，哇，加油，弟弟！三，四，五，好了，耶！谢谢大家。接下来换永信，你们也要，你们也要。永信以为没事是不是？那小东现在就是只有一个冠军跟其他人。哦，哥哥辛苦你了。来，好，俊鹏抱哈。哦，这个嘉威感觉很大只哎、欸，哦，最近刚好有点有练比较壮，没有，最近就纯粹变胖，真诚真诚，公主抱，预备气，还预备气嘞，要一鼓作气啊，不然会闪到腰哎、欸，来，勾一，痛，好痛啊、哦，一，加油，二，最近吃的比较好一点啦、啊、加油，二，可以可以，三，四。再一下，他一定很恨林嘉威最近吃很多。最近刚好达到人生巅峰，这个太激烈了。你好棒哦！对啊，俊鹏，你可以抱我吗？你应该抱得动我了吧？好了，那我们的有奖也有罚，所以呢，当我们这个特殊任务过关的，我们还有特殊的抽奖，抽一个就对了。对，没有错。好，抽一个先放在胸口，先不要打开来哦。这个，这样吗？不要不要，我觉得不要这张，不要这张哦。你要看我的表情，我再洗一次。你是不是有毛病？好来，你就抽吧，你就抽吧。好，可以。有这样的事？好，公布。宣传一次，恭喜你可以在拥有300万订阅的完全娱乐宣传一次。哇！要告诉他们其他是什么吗？其他是什么？他刚抽到跟阿达或西西安全之吻，谁要看你？又没有加戏。哇闹！哎，主持人安全之吻，恭喜你们获得宣传一次，完全娱乐宣传一次。来来来，最后再好好宣传一下我们那板板平衡 CP 先。恒久定律，我们演出的恒久定律已经在2月2号。播出了，嗯，那这是关于一个就是个性比较冷漠的教授爱上一个想要成为人的机器人，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对，是一个很特别的跨物种的恋爱故事。嗯，那我们的播出平台是 VBL 的 YouTube 官方频道，还有 KKTV。对，每周五晚上8点，还有我们三立都会台是每周日晚上11点播出，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恒久定律。嗯、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的千远 CP， 好，我们的戏叫做《关于未知的我们》，那里面就是在讲一对兄弟，他们要如何从亲情转化成爱情的一这个虐心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我们是改编一个网络。
小说叫做《大哥》，那改编成《关于未知的我们》。那在2月24号，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优酷国际全球首播上线。对，然后我们在台湾的专属 YouTube 频道也会同步跟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谢谢。看到什么叫顶到天花板？对，尺度顶到天花板。永进呢？永进再开篇章吗？宣传一下最近有什么规划，给大家期待一下。最近哦，我最近自己有出一个香水，对，然后刚好今天情人节，然后想说就刚好送给他，对，送给他，他自己调制的，自己调制的香水。然后我还要说，刚好他最近要生日了，是，所以也顺便祝他生日快乐。哇，好天，好天，突然间放闪放的猝不及防，对对对，生日快乐，对，好。我觉得他们的 CP 要重启一下，对，要重启一下了。好，今天谢谢三组 CP 来到我们这边玩。谢谢。那个民众是想要干嘛？民众，民众太不听话，所以我必须要进来。就是因为你们刚刚太作弊，我们看不下去。不是我，所以就是要这个，就是这个还是得要。OK OK， 安全之问。除非，今天不是已经要过了吗？除非平衡愿意答应说他们两个自己玩，你们就可以逃过一劫。我想他们是会答应。好，你可以下去了，谢谢。好的，因为你们刚刚抽到的就是要个安全之吻嘛，我们在 ending 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浪漫的音乐，可以吗？我们给你们三个选择了，夏曦、我跟 CP。哎、欸，不是你们两，不是你们两个，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我们两个，我们其中一个呢？没有好像是吗？哦，真的啦。好了、啊、好了、啊，那我们两位，好吧，还是你们不需要这个 buffet 膜？好了，你们两个就亲，帮我们亲一下吧。一二，亲到帮我们 low cup 跑完哈，谢谢。一二三，谢谢三对 CP， 完全娱乐，下次见喽，拜拜，拜拜。low cup 还在跑 ，low cup 还在跑，继续继续继续，对，继续啊，还没，还在 roll 啊，还在 roll。谢谢三位，不是，谢谢三组 CP， 谢谢，还在 roll， 还在 roll 哦。还在吗？好了吧？好了吗？还没，还没，还没。太久了吧？兄弟，你在抗议是不是？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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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